你拿我东西穿的，这也要算。那你不要算。他非常好。1月15日，综艺节目《平行时空遇见你》播出了录制片段，侯明昊和杨超越这对 CP 也是再次发糖。不得不说，二人的吻戏实在是太甜了。在拍完吻戏之后，杨超越看上去非常害羞，把头埋到了侯明昊的颈窝，不少网友大喊磕到了。但就外形而言，侯明昊更适合跟体型娇小瘦弱一点的女明星拍戏，这样比较容易有 CP 感。杨超越作为流量小花，演技也很有潜力，早前二人的一个片段就登上了热搜榜首，被网友调侃言情小说照进现实。杨超越和侯明昊的这对 CP 叫明月夜，目前排在 CP 超话排行榜的第14名，最巅峰时排名第5，仅仅凭借二人在综艺中的几个镜头就能收获如此多的关注，证明这对 CP 还是很有潜力的，说不定能成为下一个大爆的陆地 CP。 喜欢就订阅呗。